男人臭六倍，可为什么闻不出来呢？这个数据又是怎么得到的？早些时候，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，对比穿着皮靴和长筒袜的女人和穿着皮鞋短袜子的男人，在工作时间和生活状态相同的情况之下，谁脚底的细菌滋养的速度更快？最终的结果显示，女人繁殖的速度高达2300%，而男人只有400%，从而得到了女人的脚比男人的脚臭六倍的结论。既然数据如此夸张，可为什么闻不到女人的脚臭呢？其实这个结论是很不靠谱的，毕竟脚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，比如个人习惯。一般女人的卫生意识都是很强的，当感觉到脚底出汗之后，就会把鞋子脱掉晾一晾脚，要是继续出汗，干脆就不穿袜子。再加上女生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，她们还会泡脚驱寒，顺势就把脚底的细菌给消灭了。勤换袜子也是阻挡细菌滋生的好方法，可对于某些男人来说，在换袜子和洗袜子方面稍微就有点懒惰了，一双臭袜子换来换去还能继续战斗一周。特别是平时爱打篮球踢足球的男生，脚底出的汗更多，这不就是让细菌回到快乐老家了吗？久而久之，细菌已经不再满足自己的饱腹之欲，还会疯狂的繁殖后代。即便你感觉到不适洗了脚，细菌照样会留在你的脚底困扰你。所以说，这项实验结论根本就说明不了女人的脚比男人臭六倍，只能说是因人而异。可为什么同样是女人，喜欢穿丝袜的女人脚更臭呢？毕竟在无数宅男朋友眼里，会穿白丝的是萌妹，会穿黑丝的是御姐，突然变成了脱袜子就会熏哭你的女人，多少是有点难以接受的。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？一双黑色的丝袜看起来很薄很透气，女人穿上之后也非常凉快，可为什么穿进鞋子就会让人感到脚臭？实际上穿上丝袜也没有多透气，反而会滋生出来更多的细菌，让原本没啥味道的脚出现一种很难闻的异味。很多穿黑丝踩高跟的女性坐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就会习惯性的脱鞋子把脚拿出来晾一晾。由于制作丝袜的材料是吸水性很差的化纤材料，即便丝袜看起来很透气，也没有办法让汗出去，一天下来细菌就找到了繁殖的空子，不仅不容易透气，反而更容易滋生细菌。难道细菌也有丝袜的癖好？恰恰相反，穿棉袜会比穿丝袜更加的健康，因为棉袜的吸水能力非常强，而且吸进去就不会吐出来。主要是棉袜上的羟基数据比较多，棉袜里的纤维是中空的结构，就跟一根根的导管一样，可以将脚底的汗液引到其他地方去，而不是留在脚底滋养细菌。可是丝袜呢，既没有转移汗液的能力，也没有吸收汗液的能力，那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脚臭呢？保持个人脚部卫生，勤洗脚，勤换袜子，多穿透气性好的鞋子，趁着太阳好的时候把鞋子拿出去多晒晒，也能杀死细菌。如果这些都做了效果还是不佳，那就从饮食入手试试，尽量少吃那些辣的刺激味蕾的东西。回家换拖鞋后记得用酒精擦擦脚底，喷点酒精在鞋子里头，将细菌从源头扼杀住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视频请看主页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交流。